主料肉200克，蘑菇500克，辅料油盐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蘑菇洗干净，然后弄干水分，因为新鲜的蘑菇特别吸水，一会炒的时候就会很多水。肉片切好，用盐腌5分钟，热油倒入肉片和蒜一起爆炒，接着将蘑菇倒入一起炒，大约3-4分钟就可以上锅了。烹饪技巧，洗干净蘑菇要弄干水，不然炒起来会很多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